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B C D 是一个梯形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对角线哈交于 O 点，那要你证明哈，第一个就这个面积哈是等于根号这两个面积相乘，那第二个他是说哈，这个呢，梯形的面积哈开根号会等于这个面积开根号加上这个面积开根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用两个定理，我们现在先设啊，设呢这个三角形哈 ，A、O、B 哈，这个面积我假设它是 A 啊，那因为我们晓得这是梯形嘛，那梯形我们晓得哈，如果是梯形的话，这两个面积就会一样，啊，这个是等于三角形呢，这个 C、O、D 啊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三角形是一样的嘛，哦，因为同底嘛，啊，一样的高，啊，扣掉同时扣掉这个面积，哦，那这个面积扣了这个面积就这个，这个面积扣了这边就这个，所以这两个面积是一样的，我令它叫做 A 啊。然后呢，这两个这个面积我叫做 B， 这个面积叫做 C 啊，哦，就是说三角形的 A、O、D 哈。这我设它是 B， 那三角形的 B、O、C 哈，我设它是 C 啊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四边形哈，这个有一个定理是说，这个相乘哦会等这两个相乘，就是说因为哈 A 乘 A 呢是等于 B 乘以 C 啊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 A 就等于根号 v 乘以根号 c， 哦，或是在里面啊，根号呢乘以 vc 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 a 的话是三角形 aob 嘛，这个就等于呢根号多少 v 是三角形 aod， 啊乘以三角形 boc。哦，那第一个就证明了，这第一个，啊，第二个哈，它要证明梯形哦是等于这两个面积，那我们知道，梯形开根号是等于这两个面积开根号，这四边形哈，梯形 A B C D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 A 加上 B 加 C， 二 A 啊加上 B， 啊再加 C 啊，好，那这个呢，会等于多少啊？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东西的话哈，这个 BC 的话哈，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二 A 哈，这个 BC 的话，我们看呢这个，B 加 C 哈，可以看成多少呢？看成是这个。B 加 C 啊，这 A 平方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BC 吗？那 A 的话是等于根号的 BC 啊 ，A 的话是等于两倍的哈、哦，A 的话是等于根号 BC 啊，啊再加上 B 再加上 C， 啊这个我可以完全平方。哦，这个就是根号 b 的平方嘛，加上二根号 b 乘以根号 c， 再加上根号 c 的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等于根号 b 加上根号 c， 啊，这个平方啊。好啊，所以我两边开根号，我两边开根号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根号哈。四边形 A B C D， 就梯形 A B C D 啊，就等于根号 B 加上根号 C， 那根号 B 等于多少？根号 B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开根号，哦，三角形 A O D 加上这个三角形哦 B O C 啊。那这样第二个就得证了。